啊？这是你说的？啊，是我车，怎的了？我刚才不小心给你的车刮了。你车刮了？刮哪了？你刚才喊我什么玩意儿？叔。叔你多大？你喊我叔？十八。不是。啊！你不用拍我，我不能跑，我指定陪你。我不是拍你，我刚才是拍他呢。我，你别哭，没事儿。十八，刮哪了？哪儿？这俩呗，这。嗯，这个呀、啊。刮这个。我天，拿这车刮的呀、啊？啊。谁给你刮的？啊？谁能挺快呀、啊？你人不没事吗？这咋整啊？你家长呢？别告诉我妈，我陪。那你也赔不了啊！你有钱吗？你赔？我朋友打电话吧。你挺冷的，那咱上车说呗，行吗？聊聊还是怎么的事儿？行吗？还是搁外头站着说。那你上这边吧，来吧。哎，你别哭，没多大点事儿啊，你别整的像咱俩欺负你似的。哭了就嫩地儿吧，要我说。不是嫩地儿的事儿，你问问你问问。问问你别哭，你别紧张，你也别，我给你拿纸，我给你拿纸。别别别别，没事没事啊，别怕，给给给，快快快快。哎，那个你哲哥那车让人撞了，前杠坏了，那个换杠多少钱都得啊？换杠啊，换杠得2万多吧。要是真机的话，估计得3-4千能下来，但现在没有件儿啊，哥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好了。好了好了，那知道了。行，好嘞好嘞，哥拜。你，哎，你这一哭我就不会弄了，你这麻烦了。